張超雄議員。主席，即係我覺得咧，今日嘅在席嘅官員咧係有誤導本會之嫌。即係你用嗰個4000平方米做一個條件咧，你竟然可以話我冇睇過，究竟入邊呢塊土地上面有冇啲咁樣嘅4000平方米嘅地方嘅？我唔知道有冇人會有咁嘅擁有咁嘅權嘅。然後你就話去諮詢埋業界。定了这个这样的规矩，都可以说完全不掌握究竟有多少公司，有多少业主是 有这样的发展权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怎样规划呢整件事？你怎样考虑你究竟要收多少地，要赔偿多少，在规划的过程多少会是一些私人发展，多少会是你政府自己发展，什么都不知道，眯埋眼然後就話4000平方米啦咁樣啊！你唔好誤導我哋喎，你直情係欺騙立法會喎。好，